来，那老婆最喜欢听什么歌？最喜欢哦，萧敬腾嘛。不要笑啊，认真的哦，来真的哦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。可以，你有什么闭眼睛？生气。太快了。他最喜欢外表哪里？对，你觉得？他最喜欢的外表？胸部。是吧？真的吗？我就是个肤浅的人。开始到昨天都还在说这些事。每天我看到我钥匙。你要不是放在口袋吗？口袋？对，找到了。找到了。那我在哪里？他给我的感觉。纯外形。就是可能是个屁孩吧，这样。阿杰那时候比较好看，现在都很好看。爱你哦，爱你。那时候见到他，他就穿很仙气的连身裙，然后我一眼看到就觉得，哇，这一定是仙女。对，所以是一见钟情的爱情吗？外表帅，因为你提到你是肤浅的人嘛。没有错，我就肤浅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，我觉得他是个心机很重的人，因为他约我出去玩，然后他只有跟我说他要带我出去走一走，然后拍网美照，但他没有跟我说我们那天要去的地方路很重，然后我就穿了一个高跟凉鞋，反正就是我沿路就是快要跌死，然后他就说他要扶我，所以他就牵了一整个鞋，但是不能不给他牵，我会跌死。哎，白色，白色你会配？不会。好笑。是我赢哎！出剪刀，你出布，我出剪刀。你出布，我出剪刀。哪次？认真打蓄力。哦。到最后面，我就带他去海边，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，然后他就说 no no， 然后就第一次被打枪。他讲 no no， 我说不要。谁这么俏皮的拒绝人家？台南要被拒绝，你有尴尬吗？我不尴尬啊，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啊。就是他感觉就是没关系、啊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对对对，我会继续的。他给人家感觉就是这样。台南要听到的感觉。我想到真的有事吗？我才第一次跟他出去、欸，他要跟我告白，我说这也太肤浅了吧。肤浅。谢谢、啊。那天也是他又来我家找我，然后可是我刚好就那个来不舒服。然后他就约我，就跟他说不要，我自己不想去。然后他就我愿意嘛，我就跟他讲。结果他就过了一阵子之后，他就突然打电话跟我说他在我家楼下。然后我下去之后，他就拿了他煮的那个黑糖酱米肠。弟弟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感动。跟我那一个月里面追你的过程有什么改变吗？有什么改变吗？就差不多，他就是个死缠烂打的人。对。还需要加强。右边打你一叠。你都喜欢他外在吗？最喜欢哪一点？身高，身高有够高，够高，多高、啊？没有别的优点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长得不错啊，长得不错，跟人一样的，五官端正。我忘记到好像没有比较开心。脸蛋漂亮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身材优，都喜欢，从头到脚。这五年里，就是一个很有耐心，然后对我包容度又很高，个性又有时候屁孩了一点，然后他也会跟我一起丢高，很有爱心。看到卖玉兰花的，卖爱心饼干的，我以为说爱心笔，爱心笔那个就是诈骗吧，那个就太有爱心了。看到流浪汉嘛，他都会多看几眼，我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用爱心贩卖，想要买什么东西给人家？不是爱心贩卖，就是他很宠我吧，其实他蛮顺的。然后他是个聪明的人，就是他该宠我顺我的时候又对我很好，可是我需要，我就遇到困难需要解决的时候，他就会跳出来帮我解决，就觉得很霸气的，霸气总裁。可以。
来，我们的公主，请进 ，Come on, baby， 我要录影啊！不用，好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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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啊，很聪明哦，知道要站定位，是不是有经验？重头戏来了，好紧张哦！等一下，我很紧张哎，你不要笑。赚钱去很多地方玩，然后买不止一间房子，因为我很想当包租婆。对，然后以后如果我没有小孩的话，我也是希望就是我在你心目中的顺位还是第一顺位，不然我会吃醋。我是认真的。我很谢谢你啊，就是很包容我的顺服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情绪来的时候讲话都很伤人。但是你受伤之后，你还是会继续，就是你还是继续对我吵架。最重要的还是爱你哦。然后之前都开玩笑说，我们谁要推谁出去晒太阳。对。但我觉得不是谁要推谁出去晒太阳，是我们两个到后面可以健康的手牵手去。对，好，晒太阳的重要性，没错。对，爱你哦。